歌手阮文安 Tommy 日前自爆话太太陈绮九月被人约上酒店，而对方是红遍亚洲、形象极好的天王巨星，即刻引来大批网民好奇，不停留名猜得迷，再拎住对话的截图多方搜证，综合各位键盘柯南的推测，答案就指向了林俊杰 JJ。 来到随即的另一篇文章， Tommy 都在底下再回应，说昨晚的铺只是想被对家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件事，做朋友可以，但再过位的行为就想都不应该去想啊，这次还说明是林先生添，星林又红遍亚洲的，又好像真的没什么选择了。